Hello， 大家好。最近几个月呢，肺炎的疫情不但是没有降温，反而是在全世界不断的延烧。对，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对经济还有观光都造成不小的冲击。但在这一片惨淡的环境当中，还是有一些商品应运而生。没错，我们今天就要来这样子应景又防疫的状态之下呢，介绍给大家一些防疫小物。口罩一条龙。首先来看到的呢是口罩的本体。目前台湾的口罩实名制呢正在逐渐的进化当中。对，你现在呢可以到部分的健保特约药局或者是卫生所排队购买。那前阵子呢还新增了网路预购的这个方式，那让大家在每周呢都能购买到一定数量的口罩。接下来口罩实名制的新购买规定也上路了，是改成两个星期购买一次，大人每一次可以买九片，一样是有线上预购方案。大家可以注意的是登记、缴费还有取货的时间。至于现场购买模式啊，就不限为单双号的日子，而且还可以任选是成人或者是儿童口罩。而我们有了口罩呢，我们就要帮他穿上衣服。这种口罩套出现之后呢，其实也能节省一些医疗资源。在市面上呢，已经有开始蛮多单位在贩售的，还有人呢是把布口罩直接拿来使用。而我们手上呢有朋友给，就是我戴的这个，那它是用可爱的裁缝机缝制的，非常感谢它。那其他款的话呢，就是 A 亲手缝制的，完全手工去布装挑布之外呢，一针一线亲手缝制。虽然说我们有裁缝机，但是因为还在摸索当中，所以就无法大量的生产。另一款衣服呢是穿在口罩里面的内衣，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在口罩的外层再包一个这个口罩套，像多一层包起来感觉很闷又很热，所以就有这种内衬垫的选择。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放在口罩里面直接使用跟更换，那它比口罩套还要薄一些些。可能是因为 Y 小姐还很习惯这一种由我所亲自挑选花色的口罩套，因为我们还蛮习惯的，所以还不需要买到内衬垫。口罩系列最后呢是这一种收纳套。对，那这个呢在我去练舞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实用，它也是我贤惠的友人赠送的，我们就想感恩感谢赞叹。因为在非密闭空间有时候是可以先把口罩暂时收起来的，那如果直接放在包包里面的话有可能会弄脏，这个时候呢这种收纳套就非常好使用。那这个东西呢是由 L 夹制作而成的，手工制作，那我觉得它是非常聪明而且完善的这个口罩一条龙系统。第二个系列呢是酒精，大家不只要用口罩来隔绝外界的病毒，那也可以使用酒精视情况呢来替自己的手手或是周遭环境消毒。那目前包含了台糖还有台酒等单位所生产的防疫酒精都可以在药局或便利商店里面购买到。我自己在公司呢也备有一瓶酒精，然后还有干洗手。那酒精千万不能过度使用，因为曾经看过一些新闻报道，上面写到有一些不当的操作方式。真的是母汤，适量使用即可。那酒精购买回来呢，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尺寸，它可能比较不是这么方便携带。这个时候呢，分装瓶就出现了。对，像是无印良品啊、大创啊、一些文具店或是杂货店都有贩售。家的娘亲呢，她不止购买酒精，她也购买了美丽的分装瓶，非常的睿智。那如果觉得啊这个分装瓶的瓶身可能有点单调的话，那其实可以拿纸胶带来帮她装饰一下。那不然就是我这里也帮我贴一下好了。如果您觉得在消毒的时候还要再搭配上像卫生纸啊或棉片这些东西会比较麻烦的话，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项新选择。这个东西呢叫做酒精擦，它长得跟湿纸巾是一样的大小，但它里面呢还有酒精消毒的成分，或者是也可以使用一些含有抗菌类物质的湿纸巾来做基础搭配使用。唯一的缺点就是呢，如果用了太久没有用完的话就干掉的危机。不过因为现在可能是很频繁使用，所以只要记得把它粘好封好就可以了。酒精系列的最后呢是各式干洗手。那有一些人可能皮肤比较干或是比较敏感的话，你时常用这种酒精来消毒会变得很不舒服，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像这样子的干洗手产品。对，除了一般干洗手之外呢， A 也跟他的朋友那边购入了这种加入精油的干洗手。就我个人的使用经验来看呢，这一种干洗手它因为有那个精油成分在里面，所以闻起来香香的，心情也很好。而且使用这一种精油干洗手呢，比较没有像一般用酒精消毒一样那种干涩感。对，我现在在外面练舞已经开始使用，我现在每天出门前的准备呢就是
戴上套的口罩，套的口罩，然后拿着干洗手，再拿上口罩的收纳套，然后就这样冲到公司去。那到了公司之后呢？到了公司之后我就更忙，有包包才刚放下呢，我就立刻电脑还没开，就是冲去猛洗一把手。回到座位上了之后呢，我就是猛消毒我所有的桌面，我位置都还没坐下呢。哦，那你这一天下来也是用了蛮多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商品。对，那我甚至回家以后呢，饭都还没吃，我就立刻冲去洗一把澡，然后把身上有一些还不用洗的衣物嘛，就先拿去晒，非常严谨。那在这一波疫情当中呢，希望大家都不要嫌麻烦，一定要做好自身清洁，还有隔离可能的感染源才是上上策。每天呢，要好好吃饭、睡觉、运动，提升自身的免疫力，才是防疫的根本之道。我现在每天出门前的准备呢，就是波波又放啊，波波又放啊，免疫力，摸死。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防疫小物观察，那大家要记得就是适度的购买，不要囤货，把东西让给真正需要的人。那如果您也有发现近期因为疫情的关系而新崛起的商机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哦。对，那早睡早起，健康身体好，大家要订阅、按赞、分享我们的频道哟。好的，拜拜。